凡我国人唯当努力迈进，以谋建设地失境。 I fully realize the fact that the world at large as yet knows little about the fact and realities regarding our state. 要为党国来争取，1937年8月13日，在苏联，中国一系列处心积虑、令人发指的疯狂挑衅施暴之后，日本终于忍无可忍，对中国进行全面反击，日中战争终于全面爆发。日中战争的全面升级，令苏联心中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从此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东西两线作战，中共则心花怒放，得偿所愿。毛泽东对外宣传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要钱要枪，对内则亲自拟定著名的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721方针。在日中战争期间，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有效作战，但八路军规模却从战争初期的2-3万人迅猛扩充至战争末期几十万人。1937年8月，中国军第84师越过长城，向满洲进犯，被驻守承德的满洲静安军击退，静安军随后追击进入察哈尔，协助德王的蒙江政府驱逐中国军队，维护当地独立自治。由于满日盟约规定对彼此的防卫责任，满洲国军的静安军一旅以及余芷山将军所部近10000人也在日本的请求下加入淞沪会战，搭乘联合舰队军舰前往上海，从9月起便陆续登陆投入战斗。一如800年前大金和幽燕联军公行仁义，发起天会伐宋，攻陷开封俘虏卑鄙无信的徽钦二帝一样，中国既吃不计打，又一次咎由自取。在正面战场上，满日联军很快对中国军形成压制。9月，满洲国军在浏河、大厂一线奋勇杀敌，不断突破中国师团的防线，并歼灭之寇数千人，包括程建制的一个团。10月4日，国联自委会认为日本军事行为是事实，但并不认为是侵略，中国代表抗议无效。10月5日，亲苏亲共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隔离演说，指责日本的行为为侵略，并呼吁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美国对国联的影响巨大，自委会因此重新起草会议报告，并建议采取具体步骤制裁日本。11月7日，松井石根大将任司令官的日军中支那方面军成立。日本参谋本部仍不希望扩大战争，在组建中支方面军的同时，也规定了制令线，要求所有部队不得超出制令线向南京进攻。11月12日，中国军撤离上海，淞沪会战结束。松井大将看到中国居民因战火遭受损失，下令改善中国难民营条件，并慷慨捐赠10000美元给法国神父，以建立难民安全区。日本大本营的战略始终是以战逼和，因此攻占上海后马上试图与中国和谈，但蒋介石知道一旦与日本和谈，自己的政治生命就将结束，自己的所谓抗日领袖地位就立刻毫无存在必要了，自己就要为之前所有战争挑衅、虐杀暴行负全部责任。东亚一旦和平，各国各邦一旦追随满洲国的脚步独立自主，各自过上幸福生活，
蒋介石政府也就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其大一统的法西斯主张了。所以蒋介石要自保，必须继续战争，中国主义者要证明自己存在合理，就必须进行战争，战争越惨烈，蒋介石的独裁地位就越稳固，死人越多，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就越成功。因此11月20日，蒋介石政府发表声明称绝不和谈，为了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不惜将整个东亚推向战争的深渊。松井大将因此向大本营上书力陈攻占中国首都南京的必要性，认为只有占领敌国首都才能迫使其回到谈判桌。大本营犹豫再三，直到12月1日才下定决心批准其请求。但因中国军多年的累累暴行，使日满联军早就怒不可遏，在雷霆般的报之应城的呐喊中，已经有多支部队自行越过制令线对中国军进行追剿。松井大将最初对敌军战斗力估计过高，因此打算步步为营，用2个月时间推进攻取南京，而实际日满联军各部队如摧枯拉朽，支寇一触即溃，完全重演了800年前满洲幽燕联军过黄河攻取开封应城报宋的历史。各部队甚至互相竞赛，看谁能最先到达南京。11月中旬，经短暂休整，满洲军与18师团一道沿太湖南岸一路西进，支寇全线溃退。11月20日，满洲军占领宜兴、长兴2镇，25日占领四安，突破了中国军第一道防线，直逼安徽重镇广德。如果攻占广德，南京守军将成为瓮中之鳖。为了保住南京，蒋介石命令川军总司令刘湘所部约50000人集结四安、广德一线，同时也将川军充作炮灰消耗，为自己向巴蜀转移时免除后顾之忧。川军配备的武器装备极为低劣，部分士兵的武器仍是清帝国时期的汉阳造。11月25日，满洲军主力4000余人向广德地区发起强攻，装备精良的满洲军在山呼海啸般的炮火准备中迅速摧毁了中国军攻势，突破其防线，并迂回东洞庭山、西洞庭山包围攻击。28日，中国军一路退至广德境内的慈山岗，此时已经伤亡过半。中国军一边据险固守，一边向满洲军喊话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中国军说的不是满大人语，无法交流，而且满洲人打的就是中国人。满洲军猜测对方应该是在挑衅和辱骂，遂以更猛烈的炮火加以还击。静安军的段晴选、徐武威等几位巴图鲁在装甲车和机枪掩护下向慈山岗中国军发起勇猛冲击，中国军团长刘汝斋肝胆俱裂，落荒而逃，慈山岗一鼓而下。满洲军趁势向广德县城发起进攻。30日，广德敌军全线溃败，满洲军攻占飞机场等全部战略要冲。敌军师长饶国华率残部不足一营的兵力困兽犹斗，在十字铺被我军包围，突围未果，绝望自杀。此战支寇师团大部溃散，满洲伤亡仅100余人。攻陷广德为南京攻略战的胜负手，我大满洲国皇军武德之龙威震敌胆。随后日满皇军高歌猛进，迅速攻克无锡、芜湖等地，中国首都南京已成囊中之物。满洲军一部随后急行军加入了对南京孤城的最后一击。
蒋介石决定让唐生智率军在南京固守3个月到1年。纳粹德国援助中国的顾问团认为这种固守孤城的做法完全没有意义，纯属白白牺牲。但蒋介石不为所动，执意要把10多万败退下来的杂牌军推到南京城里当做肉盾，以维护党国颜面，为自己逃往重庆争取缓冲。12月9日，日满联军向南京城发出最后通牒，次日开始攻城。松井大将为了保护中国的历史遗迹中山陵和明孝陵，命令城北不得使用重型武器，因此该方向日军在攻击中遭受很大伤亡。敌守军军心涣散，根本不具备任何战斗力，几乎没有任何有效抵抗，即开始溃退。唐生智见大势已去，遂下达了含糊不清的撤退令，自己带领嫡系部队抢先坐船逃出南京城，并且为了复课破釜沉舟，还命令凿沉剩余船只，并设置嫡系督战队，阻止各杂牌军的溃逃。南京守军随后开展了逃跑竞赛。整个南京攻略战最激烈的战斗爆发在弋江门，不过交战双方并不是中国军和日满联军，而是中国督战队和逃跑的中国溃军以及难民。弋江门是南京下关的战略要冲，也是当时唯一一个逃离南京的通道，被中国军36师宋希濂指挥的督战队用沙包堵死，只留共一人通过的缝隙。当败退的中国军88师、87师、教导总队、宪兵总队等到达弋江门时，被禁止通过，因此双方爆发激烈火并，动用了包括重机枪、迫击炮、坦克在内的重武器，当场死亡数千人。溃兵技高一筹，击败督战队，杀出一条血路，来到江边，但发现渡船已经大部分被凿沉，为了争夺渡船，各部队又疯狂互杀，甚至有战车直接从教导总队士兵身上碾过，现场血肉横飞，残暴无能的中国军自导自演了一幕大逃杀。由于唐生智急中生智的破釜沉舟，没有船的溃兵怀抱树枝木板跳入扬子江试图游走的几乎全在12月的江水中活活冻死溺死，尸体数以万计，直到汉中门附近河面覆盖满满的浮尸，还有大量被支扣裹挟逃难的难民在仅容纳一个人通过的弋江门下发生恐怖的踩踏，超过5000人直接被踩死。在黑暗中，人们仍然不停地疯狂向前推挤，惨叫不绝于耳，踩死、闷死、摔死者的尸体像山一样越堆越高，景象如同地狱。12月12日，不到3天时间内，日满皇军以1000余人阵亡的损失攻陷南京，皇军王者之师以堂堂正正之阵威武入城，并庄重对战死的中国军人举行祭奠和安葬。由于大量中国武装人员脱下军装混入难民人群之中，一部分甚至偷偷向日军开枪，引发日军报复，当场处决了一部分便衣队和军统匪谍。这是纪律严明的日军在明治以来海外用兵的首次违纪事件，被日本领事馆自行上报，并迅速进行了处罚。这一仁义有信的行为在数十年后的1980年代被挖掘出来，添油加醋，广收小报浮夸之词，移花接木的照片，编造出所谓南京大屠杀的惊天谎言。屠杀是有命令有组织的大规模杀戮，违纪
是小范围、无组织、随机的报复事件，只有智障或者故意诽谤才分不清屠杀和违纪的区别。而且中国将自己的督战队以及踩踏动逆造成的死亡全部说成是日军杀伤，将自己装扮成受害者，实际死于督战队的中国士兵数量远超正面冲突的伤亡，日军违纪事件造成的死亡与之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只因日军廉耻之心极强，恪守军人之荣誉，老老实实的自行处罚，才被中国捕风捉影，信口雌黄。而逃离南京的中国军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开展生化攻击，在沿途水井中投毒，在蔬菜中投放鼠疫、霍乱等传染病菌，焦土政策害人害己。日满联军因此在之后加强了对这类生化武器的预防研究，如在满洲731给水防疫部队，而中国在战后却一如既往地颠倒黑白，将731防疫部队说成是细菌战部队，将731净水部队说成是投毒部队。2019年冬，中国通过武汉病毒研究所和故意不加限制的人员流动，向全世界投放致命的新型冠状病毒，并反咬一口，称是外国传入。历史、现实和未来从来都是连续的，是非黑白，谁善谁恶，难道不是一目了然了吗？日满联军攻占南京，并未能迫使蒋介石和谈。蒋介石逃至重庆，宣布重庆为陪都，成立重庆国民政府。日满联军反蒋，并不反蜀。巴蜀地方领袖刘湘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并不欢迎，一直希望实施关门主义，甚至希望联合其他地方军身倒蒋，与日本和谈。但却被蒋介石以反日抗战的大旗所绑架压制，反客为主，纠战雀巢，不得不驱策川军出蜀为蒋介石卖命，但装备低劣，伤亡惨重。1938年初，刘湘患病，在医院被蒋介石下毒暗杀，从此巴蜀沦为蒋介石政权的掌中之物。川军手拿清末的武器，被大量送上战场蓄意消耗。由于蒋介石拒不和谈，同时在苏联安插在日本的佐尔格谍报团运作下，特别是能对近卫内阁施加重大影响的匪谍尾崎秀实的挑唆下，近卫文磨内阁逐渐放弃将蒋介石作为谈判对象。1937年12月14日，华北地区在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沿用北洋民国和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五色旗和国歌青云歌。1938年3月28日，南京成立以苏浙皖为核心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南北分治各得其所，地方秩序得以迅速恢复。在蒋介石集团一路西逃的节节败退中，采取了灭绝人伦的焦土政策。1938年6月9日，蒋介石命令中国军炸开花园口堤坝，掘开黄河，以迟滞日满联军的追击。正处于汛期的黄河迅速淹没河南、安徽和江苏三省44个县，89万人死于洪水，近400万人外逃，1000多万人无家可归，又一次制造了黄泛区，并在随后引发蝗灾、旱灾，造成1942年大饥荒，前后死亡人数上千万。这一行为和800年前宋国将领杜充为了阻止大金南下而制造的杜充绝河如出一辙。蒋介石政权对人命财产视如草芥，又在同年11月
放火烧毁长沙，史称长沙文夕大火。在放火前，不通知、不疏散、不转移任何居民财物，夜间直接点火，城区一片焦土，民众在睡梦中直接被烧死3万多人，2000年文化古城片瓦不留。日满联军反蒋而不反华，蒋介石推行惨绝人寰的焦土政策，无非是不愿承担挑起战争的罪责，只好将更多民众绑架在自己的战争机器上，共赴阿鼻地狱。面对东亚的战乱和共产主义的肆意传播，对蒋介石一意孤行绑架整个东亚大陆的战争政策忍无可忍，汪兆铭、周佛海等良知尚存的国民党元老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发起和平运动，主张承认满洲独立，放弃反日反满立场，实现东亚和平。1938年8-9月间，日中双方代表在英属香港谈判，日方明确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2年内撤军。12月，禁卫内阁发出第3次禁卫声明，大声疾呼希望日满华三国联手北抗苏联，使东亚避免赤化，同时制衡西方，打破当时甚嚣尘上的种族主义白人至上，支持汪兆铭先生的和平运动。汪兆铭遂于1938年12月29日发出著名的唁电，对日方的呼吁予以全面响应。1939年，汪兆铭等国民党开明人士宣布与蒋介石集团决裂，与日本达成和议。在1940年3月30日，和平反共的中国开明人士在汪兆铭先生的带领下建立新南京国民政府，与北京的临时政府、南京的维新政府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后，宣布合并为新中华民国。新中华民国建立在南北自愿联合的基础上，比甘当苏联代理人、通过北伐推翻北洋民国而建立的蒋介石的伪中华民国更合乎法理道义。汪兆铭先生的中华民国才是真正的民国。北京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华北和蒙江地区仍然维持自治。汪兆铭出任新南京国民政府代主席，发表和平建国10大政纲。新中华民国国旗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上加和平反共建国字样。至此，汪兆铭的南京国民政府取代了蒋介石的重庆国民政府，接管了大部分原中华民国领土、人口和经济中心，并得到多国认可。1940年，康德7年、昭和15年、中华民国29年，11月30日，日满华三国于南京市正式签订《日满华共同宣言》，宣布日本、满洲及中国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得收实效。随后，中华民国也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940年12月10日，中华民国特使、外交部长徐良到大满洲帝国首都新京谒见康德皇帝陛下，并递交国书。1941年1月至8月，满洲国与中华民国互派大使。至此，满洲国和中华民国在法律意义上完成了分离，彻底消除了满洲败类张学良意志以来造成的全部法理问题。1939年，西班牙内战爆发，
以弗朗哥大元帅为首的长枪党兴起义师，剑指受到苏联操控的左翼政府。此前的西班牙大选是苏联共产国际颠覆世界阴谋的一次巨大成功，即通过民主的方式颠覆自由，在自由世界的游戏规则下无所不用其极地赢得游戏。他们赢了，自由也就走向死亡，民主就更是空谈。苏联对西班牙输出革命，推翻合法君主，左翼人民阵线煽动底层民粹情绪，采取舞弊手段，充满争议地赢下大选。上台后立刻开始推行打压天主教会、土地集体化等举措，追随苏联的意图昭然若揭。弗朗哥大元帅与忠勇爱国之士意识到西班牙面临万劫不复之境地，果断起义直捣马德里。包括部分南中国海外劳工在内的世界各国共产党、社会主义者组织了臭名昭著的国际纵队，多达数万人，由苏联派遣顾问出钱出枪，全副武装对西班牙局势进行武装干涉，试图在欧洲的纵深来个腹地开花，重演东亚国共匪帮的北伐战争。但伪政府军被弗朗哥大元帅统帅的国民军顽强击败，国际纵队也遭到毁灭性打击，恶贯满盈。国民军攻克马德里，彻底粉碎了苏联颠覆西班牙的野心，避免中国式悲剧的上演。其后弗朗哥大元帅出任摄政，迎回王室，经过多年军政训政，直到1975年正统君主胡安卡洛斯一世亲政，西班牙王国在大元帅的掌舵下平稳度过了欧洲狂躁的青春期，躲过一切流沙陷阱，才有今日的兴旺发达。因此斯大林曾评价满洲大元帅张作霖为东方的弗朗哥，可谓中肯贴切。因此也可以看出为什么苏联和中国一定要谋害大元帅。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事的前奏，纳粹德国和共产苏联两大邪恶帝国已经磨刀霍霍，准备争夺世界霸权。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自由国家在欧洲采取了绥靖政策，放任苏德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奥地利、捷克等国家。而在远东地区，苏联也开始加紧兵力的部署，对满洲虎视眈眈。根据日满议定书，日本满洲彼此有共同防卫义务，因此关东军与满洲国军共同保卫满洲国家安全。1938年7月至8月间，由于苏军越境部署违反满洲国前身大清帝国与苏联前身俄罗斯帝国签订的北京条约议定边界，日满联军与苏军在满洲国尖岛省珲春的张古峰地区爆发武装冲突，但随后停战。1939年5月至9月间，在满洲国与蒙古国交界的哈拉哈河畔，日满联军与苏蒙联军爆发诺门罕会战，日满联军初期投入近20000余人，苏蒙联军则投入近80000人，双方并未正式宣战，但战况十分激烈，日满联军死伤10000余人，苏蒙联军则伤亡20000多人。从战损对比上看，日满联军面对4倍之敌，以寡击众，完胜对手，但此战使日军高层对消耗战感到吃力。考虑到在南方同时进行剿灭蒋介石匪帮的作战，不宜与国力强大的苏联开启新的冲突，因此双方和谈划定边界。苏联怂恿蒋介石挑起战争拖住日本满洲的战略取得巨大成功。
此后，日苏签订《日苏中立条约》，苏联远东地区再无后顾之忧。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9月17日，苏联从背后入侵波兰，波兰被苏德两强迅速瓜分。随后，苏联便入侵芬兰，尽管芬兰顽强抵抗，使苏军损失惨重，但毕竟国力有限，最后不得不割地求和。苏联在吞并波兰东部后，在1940年4月至5月间，将约22000名波兰军官在卡廷森林秘密处决，史称卡廷大屠杀。波兰一代军政文化精英几乎全部被屠戮殆尽。随后，希特勒的军队以闪电战迅速击败占领西欧和法国，控制了欧洲大陆，试图进一步攻占英国，但由于空战、海战不利，未能成功。之后，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出其不意闪击苏联，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集权帝国终于互相攻杀，渴望两相湮灭。美英不愿牺牲本国国民生命，因此通过租借法案源源不断提供天量武器装备、战略物资给苏联，由苏联人冲锋陷阵，代替美英流血。在远东，苏联中国一直以来挑拨美日关系的战略取得巨大成功。本来是维护东亚秩序、抗拒共产主义赤化世界的日本和满洲遭到美英的打压，美英对靠苏联和纳粹德国起家替苏联充当马前卒的蒋介石政权却轻言有加，不但对日本进行了严厉的经济制裁，而且要求日本退回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的状态。日本如果退回，则意味着大量的人员资源白白牺牲，而罪魁祸首蒋介石将顺利逃脱制裁。如果继续作战，则资源难以支撑消耗战，经济陷入困境。蒋介石正是看到了日本的这一劣势，才竭力挑起战争、扩大战争、持续战争，以自杀式的消耗战拖垮日本，以千千万万无辜民众的生命作为祭品，将日本满洲苦心经营的东亚大好局面彻底毁掉。截至1941年11月，日本的原油、钢材、橡胶等主要战略物资储备已经只有几个月的存量，而美国却缺乏谈判的耐心，粗暴断绝对日本的资源出口，并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形成 ABCD 包围圈。 ABCD 即美、英、中、荷四国的首字母。这种赶尽杀绝的政策使日本终于被逼入绝境。11月，美国提交赫尔备忘录，其中的条款等同于包庇蒋介石并侮辱日本的正义反击，明知会激怒日本，却仍以最后通牒的口吻居高临下。从某种意义上说，日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看似是日本发动进攻，实则是希望参战却被国内孤立主义反对的美国罗斯福政府的有意引导设计。日本和满洲出于对抗苏联和中国恐怖组织的需要，才与纳粹德国结盟。纳粹德国发动的战争是对其集权体制、种族主义的实践，而日本、满洲参与的战争完全是苏联、中国的重重阴谋和步步挑衅而被迫做出的选择。美英等列强不具体分析东亚和欧洲形势的巨大差异，而是对东亚文明的优等生日本一味压制，也带有那个时代虽不言明但可以明确察觉到的种族主义优越感。1941年12月7日，
日本袭击珍珠港。由于外交事故，宣战书送达晚于预定时间一小时以上，因此美国称之为不宣而战的偷袭。实际按照日方计划是递交宣战书的同时开战，但现实中由于当时通讯条件的限制，很难做到精准无误。同日，满洲国也向美国宣战，大东亚战争全面爆发。大东亚战争尽管存在日本军人内阁专断和非理性因素，但其起因却也归因于罗斯福政府一味纵容苏联的赤化，偏袒蒋介石政权的战争罪行，在经济上将日本逼入绝地，只能背水一战。而另一方面，在二战以前，西方列强和殖民主义者控制着整个东南亚和部分东亚地区，日本的发难打破了这一格局，促成了东南亚、东亚、南亚各民族国家的成型建立。战后，东南亚各国纷纷摆脱殖民地身份，均对日本心怀感恩。如果没有日本的牺牲，西方后来的种族平权也就难以出现了。与中国历史悠久的排外、仇外、虐杀外族侨民的传统截然不同，满洲国素来以五族协和、王道政治为国家信条，一贯反对种族主义，各族群在满洲和睦相处。满洲著名驻德国外交官吕夷文及其书记官王替夫在纳粹迫害犹太人时签发 1.2 万份签证，使大量犹太人得以逃出魔窟来到满洲，或者经由满洲前往他国避难。吕夷文与王替夫被称为满洲的辛德勒，但实际吕夷文与王替夫拯救的犹太人数量超过辛德勒十倍，满洲一度成为海外犹太人最重要的聚居地，至今海外最大的犹太人公墓就坐落在哈尔滨。包括以色列前总理欧麦特，其父兄祖辈均为世代生活在哈尔滨的犹太人，说一口地道的满洲话。犹太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民族，其聚居数量往往是一个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流浪2000年的犹太人最终复国，回到应许之地，沦陷70年的满洲也必有光复之日。同样，忠于俄国皇室的白俄移民逃离赤魔迫害后，也受到满洲国庇护，并宣誓忠于满洲国皇帝陛下。在满洲，白俄移民组建了著名的前野部队，隶属满洲国军骑兵部队多达3000多人，为满洲反苏反共立下赫赫战功。反观蒋介石的中国政权，利用苏联的扶植暴力颠覆北洋上台，依靠纳粹德国训练自己的爪牙鹰犬，仇日反满，挑起战争，鼓吹大一统，重建专制帝国，推行党国一体的集权独裁体制，父子相传却矫称民国，焦土政策害死本国国民远远多于对手，可谓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政权，是东亚最终沦陷于共产恐怖地狱的罪魁祸首。中国扭曲腐朽的文化传统浸泡出来的法西斯主义，比世界上任何法西斯都要恶毒百倍，可以称之为华西斯。美英等国支持这样的邪恶政权，打压正义的日满联盟，也就难怪整个东亚最终房倒屋塌了。由于日本对美国国力资源的巨大劣势，大东亚战争很快失利，在中途岛、瓜岛等地连续受挫，持久的消耗战，日本的生产能力根本无法与美国抗衡。
但日军的顽强精神、视死如归的武士之魂仍然深深震撼了美国。美国从原来对日本的轻视逐渐转为惺惺相惜的尊重。1945年2月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共同签署关于苏联对日作战的秘密协议——雅尔塔协议。雅尔塔会议标志着战后雅尔塔体系的建立，实际是美英与苏联平分世界。但满洲的命运却是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由列强决定的。在开罗宣言中，美英中对远东进行了政治版图划分，主旨为解体日本，灭亡满洲。在罗斯福的偏袒下，蒋介石执意要将满洲、台湾纳入中国版图，这样的划分正中苏联下怀，失去满洲堡垒的屏障，中国的赤化沦陷指日可待。可笑蒋介石自作聪明，为人作嫁，却自以为得计，志得意满，无限风光。随着战场逐步逼近日本本土，美军对东京等大城市进行了大规模轰炸，特别是对居民区使用烧夷弹，造成200万平民的伤亡，800多万人流离失所。1945年8月，在日本已经准备投降之后，美国仍然向广岛和长崎投下2枚原子弹，直接造成数十万人死亡，城市彻底毁灭。1944年12月，美军分两次派出148架 B-29 轰炸机从中国起飞，对满洲奉天飞机制造厂进行轰炸，并波及了车站和居民区。满洲空军战斗机奋起拦截，击落10余架美军飞机。隶属满洲国空军的松下葛等多名日裔飞行员壮烈牺牲。1945年8月，已经结束欧洲战争的苏联，凭借美国提供的大量物资支持，特别是美国提供的大量军用卡车，苏联红军可以避开日本监视的铁路线，穿越西伯利亚，秘密运送重兵至远东地区，集结超过160万人、5500辆坦克、3700架飞机、27000门火炮。8月9日，在长崎原爆同日，撕毁日苏中立条约，在所有接壤的方向上对满洲发动突然袭击，史称满洲战役。由于苏军秘密集结，此时的关东军和满洲国军毫无防备，措手不及。苏联的目的就是为赶在日本投降之前抢下满洲这块二战中欧亚大陆上唯一没有遭受过战火的工业农业宝地，并再一次取得魂牵梦绕的旅顺不动港。由于战争后期关东军战斗力已经大幅度下降，满洲国军与刚刚经历苏德战场地域洗礼的红军更无法抗衡，加之遭到突然袭击，因此满洲国防力量在做出一定抵抗后，在一周内即全境失守。日满联军伤亡数万，被俘数十万。8月15日，昭和天皇陛下御音放送大东亚战争终结之诏书，标志着大东亚战争的结束。当苏联红军分三路向新京迅速推进时，康德皇帝陛下皇嗣溥杰及内阁成员不得不向奉天撤退，不幸在8月19日奉天机场候机室被苏军散兵俘虏，满洲国就此沦陷。随着苏军的全面占领满洲而来的是恐怖的烧杀奸掠，苏联红军将此前在德国犯下的战争暴行在满洲重演，数十万满洲妇女甚至包括儿童遭到苏军强奸，
相当一部分人不堪受辱而自杀。美国战略指挥部分部主任哈尔赖斯目击苏军暴行后有如下的记录：俄国人对满洲人实施抢劫和强奸，女人直接在公共汽车站、火车站，有时就在大街上被红军强暴，地方政府被要求每晚给苏军司令部提供一定数量的妇女，结果女性被迫削发、涂脸和束胸以免受辱。在奉天，苏军 90% 以上都参与了强奸、抢劫暴行。在承德平泉县，苏军将当地的满洲警察和驻军关在监狱中，不发给食物，将他们活活饿死。甚至包括友军中共的军官因制止苏军施暴也被当场击杀。对满洲平民财物的抢劫和随意射杀则难以计数，特别是对日益开拓团的大规模屠杀，先后制造了牡丹江事件、麻山事件、敦化事件、葛根庙大屠杀、南萨哈林岛的真冈大屠杀以及通化事件等等，10,000多人遭到集体屠杀、奸杀，其他死亡不计其数。苏联还趁机侵占了日本领土北方四岛，60万关东军战俘2/3死于西伯利亚。苏联占领满洲的最大战利品来自于对满洲庞大工业基础的掠夺，苏军将几乎所有满洲的工业设备全部运回苏联，仅奉天地区就拆空超过970座工厂，满铁 70% 的机车都被开回苏联，满洲最大的鞍山钢厂40余天才拆运完毕，月产高等战机数十架、发动机数百台的奉天、公主岭和哈尔滨飞机制造厂全部设备均被苏军拆运而去，所有的汽车制造厂的设备被劫掠一空，满洲水电和火电发电机也大部分被拆运。整个拆运一直到1946年3月苏联撤军时为止，满洲大部分工厂只剩下空荡荡的厂房，搬不走的重要设施被全部破坏，他们还破坏供水系统、排水系统和供暖系统。苏联在满洲掠夺工业资产估价53亿4000万美元，考虑通货膨胀，相当于当前的600多亿美元。除此之外，还抢走了满洲银行的大量现金、黄金、白银和宝石。至于平民生命财产损失，已经多到无法计算。满洲一夜之间从世界上第四发达的工业国家回到了1905年以前的状态，国民经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苏联和中国沆瀣一气，刻意对日益满洲国民进行残酷迫害，将满洲境内近200万日益移民侨民驱逐出境。这些为满洲社会发展做出过数十年贡献、已经生活几代人的社会精英被迫离开家园，不少人死于颠沛流离，他们中一部分孤儿留在满洲被满洲家庭收养，或者与满洲当地人组成家庭成为日本遗孤。日益移民的遣返又使满洲的文化、经济、技术水平倒退了数十年。帝俄陆军大臣库罗派特金曾在1906年写的《俄日战争总结》的结尾对远东的战略态势做了如下的评论：在最短的时间内，日本将有可能在满洲派出50万以上的武装人员，这些兵力如果用于反对俄罗斯，就可能从俄罗斯夺走西伯利亚相当大部分，并使我们祖国沦为二流国家。满洲对东亚、
东北亚地缘的重要性是无以复加的。苏联对满洲的占领为共产恐怖组织提供了绝佳的生存土壤，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满洲根据地创造了千载一时之机。1945年8月10日至11日，中共延安总部18个小时内连发7道命令，急令八路军出关协助苏联红军占据满洲。曾被满洲剿灭的中共满洲省委前负责人刘少奇对派往满洲的干部高喊：能走的先走，能快走的先到，能进就进去，有空子就钻，铁路不能走就跑路，大路不能走走小路，日本人垮了，满洲皇帝捉到了，国民党还没去，你们要赶快去抢。得满洲者得东亚，一场血腥无耻的满洲争夺战即将在来自南中国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大匪帮之间展开。誰も知らない。ああ。
した散る花さえも城も破れて草は枯れても風は泣き渡る風のその姿を